你咋来了？这一年你到底干嘛去了？复读了一年，我现在也是一名京工大的学子。你考上京工大了？嗯，必须的，我这么聪明。 愣着干啥？赶紧办手续吧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我们这不是经济学院，你走错了。都一年了，还这样，什么态度啊？你为啥没让高阳出国？在国内有前途，出国干什么？谢谢，谢谢你给高阳又一次机会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你们办手续吧，我走了。这就走了。